赤壁的熊熊烈火粉碎了曹操霸业，魏蜀三国争霸从此揭开序幕。呀、yeah! ！好了，这个每次开头都是这个逼样啊，然后又要学左慈，是不是？我都能猜到啊。好，那么今天呢，给大伙儿这个做一个传说中的关猪组合啊。这个关猪组的组合呢，同时也是在直播啊环节当中录制的视频。那这一次视频呢，你可以看到啊，咱们因为以前但凡是禾苗啊，大伙记住，但凡是禾苗哈，它必须得有就是赵云，就是很多人说小狼，我看过你所有解说的视频啊，必须得有赵云。但最近你做比赛，你像什么关辽啊、关飞呀、啊。啊，什么关猪啊？关飞没做啊？关飞呢？可能现在还没有出比较好的啊。如果关飞出18以上的话，我也会做。那么现在呢？这次做这个关猪是吧？大家伙知道什么叫关猪是吧？啊，关羽、诸葛亮啊，是吧？其实呢，按照历史上，你像关羽和张辽他俩配合绝对是屌啊。关羽和张辽，大家伙知道啊？那关羽、张辽他俩有交情，曾经两个人在下邳城里面天天喝酒聊天啊，畅谈国事。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哎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对立面啊，因为那时候吕布跟刘备最起码他俩呢也算是一个势力的，刘备跟吕布算是一个势力的啊。然后这关羽跟张辽呢处得非常好，俩人天天喝酒嫖娼啥都有啊，你看这个意思。后来啊，这个后来他俩分伙了。哎，短暂的分伙了，这个跟了一个跟了曹操，一个跟着刘备，还是跟着刘备，两人最后走到对立面，也一发不可收拾了啊。但他俩配合呢，可以理解啊，这俩人肯定是关系好，是吧？这俩人关系确实好啊。后来什么这对吧？关羽约三事儿，斩梁杨、颜良、诛文丑了，啊，都是两个人确实都是配合过。那么关猪两个人配不配合过呢？啊，实话实说啊，关羽和诸葛亮呢，他俩这一辈子啊。你看，从这个按照演绎上来讲呢，咱们这个火烧博望啊，演绎上来讲呢，传说中的火烧博望吧，他是刘备啊，据是刘备那个烧的博望和新野。这个初出茅庐第一功呢，是演绎里正这不是正史啊，正史是说错了，正史是这个诸不是诸葛亮啊，这个演绎里面是诸葛亮，演绎里面诸葛亮呢，这个先是大家伙可以看到啊，先是那个。这个诸葛亮是火烧博望坡，这是派这个关羽啊去这个，哎，咱们看这个关羽这个转身，单 A 转过来打，这招太狠了啊，一顿 A 呀、啊、这招啊，这个关羽呢，他是就是也被刘备调遣了一下，真正烧新野的人呢也不是他啊，勾引的人也不是他，首功是人刘备啊，就自己拿着双剑去挑战夏侯惇啊，关羽就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再往后火烧新野斜门渡江对吧，大家伙知道斜门渡江，再往后这个长坂坡对吧，那这赵云和这张飞他俩立功了，关羽也就是护送老百姓。再往后呢啊，这个诸葛亮再走了舌战群儒啊，舌战群儒这个去游说，这个大家伙看到啊，舌战群儒游说，然后呢也是诸葛亮去，关羽呢也是一直在这个跟着刘备在一块儿。后来呢，这个华容道派这个关羽去，关羽还弄岔皮了啊！大家伙知道，诸葛亮可能坑他啊。诸葛亮说他跟这个曹丞相啊有关系，要坑他，所以说呢，也就是那么回事。俩人其实配合的不怎么好，反正不咋默契啊。咱们看这一次是，好了，关羽暴气的秒杀单秒，诸葛亮看兵，诸葛亮追地啊，对他俩这个有难度就在哪呢？诸葛亮追地比较恶心。好了，最后呢，关羽是最后一点追地了啊，可以看到啊，诸葛亮追地反 A， 这边关羽前手，这是配合的比较重要的阶段啊，这是配合的比较重要的啊。狼总，我三国 S 级打算开直播打三国，开呗啊！这舌战群儒之后啊，咱们再讲故事啊，这个大伙啊，就让我把故事讲完啊。这个再往后呢，你会发现华容道完了之后呢，这个咱说又是。这个夺这个传说中这咱们说这个叫夺什么呢？夺四郡，应该说是夺这个传说中的像那个荆州城啊，然后夺四郡，基本上呢就没啥什么战略性安排啊，就是大战略啊，他就跟着蹭啊。这关羽基本上赵云、张飞呀、啊，然后关羽去那个长沙跟这个黄忠他俩对壳，也一样啊，收这个黄忠跟魏延也是一个意思。但你往后看啊，你会发现这个关羽吧。就唯一跟诸葛亮有配合过一段时间，这个老三国里面演是怎么演的呢？啊，说是什么呢？说刘备呀、啊，
这个周瑜呢，这个设了个计，啊，这个瑜有一计，啊，这个计呢就是孙权的妹妹啊，把孙权的妹妹呢啊，这个嫁给刘备。孙权妹妹是这个传说中的18岁，啊，16岁，28116啊，参加了革命游击队，队长一指挥，冲进垃圾堆，破鞋破袜子满天飞啊。最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大家伙知道。但是呢，刘备呢，就是在江南这个温柔乡里面，确实也是待了一年多啊。这一年多，实话实说啊，确实有点忘了。赵云都急了。在演义里面没有表，但是在新三国里面，你们看他表的很有意思啊。是刘备有点忘乎所以了，因为毕竟六十多岁，就是50岁的老头了，能娶到如花似玉的姑娘啊，据说能文能武啊，动如蛟龙吐可求，静如乌龟吸吐口水啊，就是这种感觉。你说你作为你一个老头，对吧啊，天天不用考虑国事家事啊，就是天天就是干，天天就是 oh yeah fucking coming， 就这种感觉啊。你天天说这个呢，那就太嘚了啊，那就太嘚了。这个很多人问这个关羽为什么一直在抽搐啊，这个关羽他为什么那样呢？因为他是 A 完了之后往后转身一下啊，再转身的啊， A 完再转，所以说这个 A 的快。然后这个天天跟这个孙尚香，这时候呢关羽跟诸葛亮他俩配合，有一段时间关羽和张飞他俩激了，你知道吗？关羽就摆出了一副什么呢，就是刘备不在我牛逼，我最大。哎，这个咱们在这个三国志上啊是有这个描写的。刘备不在之后呢，荆州市呢按理说是交给诸葛亮节制啊，这个但是呢严格来讲，二将军和三将军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诸葛亮只是管这个内政和后勤。咱们看那个玩那个三国志啊，比如说三国志十一，最近不出13了吗啊，三国志以及这个包括三国群英传那种搞内政啊，搜索人才啊，什么搞军粮人口发展城墙城固哎，士气，这就是像军师中郎将啊，这是诸葛亮干的活啊。剩下人带兵将领，揣着虎符带兵打仗的人，应该就正史里面都是他们。但是呢，这个刘备这个临走之前呢，也确实说啊，凡事都要与这个诸葛亮啊有做商议，因为那个时候像孙乾、简雍什么的啊，确实也这个只能说交给他，就好比就是孙乾和简雍只能当部门主管或者说部门经理，他当不了总经理啊，当不了这个什么执行CEO 啊这些东西当不了的节奏啊。无名火，好了，这个为了防止自己被火烫血啊。这个捡起无名火，然后就生废血捡剑，好了，就是，但是呢，他可以捡两次，起身可以免费捡一次啊，他可以再免费捡一次，然后拼，好的，这个有无名火的话呢，这个确实啊，这个、伤害的这个伤害确实减少了啊，在减少无名捡这个火箭的伤害，同时呢，咱们不用隐身衣的话，背对着这个剑捡到角落里面，起身第一下捡的时候是不费血的，是这么整的啊。这解说完全不和水友互动了，我解说三国战记，我跟你们讲故事我还互动啊？我跟你们讲女优吗？难道跟你们讲滑溜溜的女优是吗啊？三国战记之女优传啊，这个把那个貂蝉换成貂蝉不厉害，你把貂蝉换成那个小仓奈奈啊，你把貂蝉换成什么那个苍井空，你看吕布都急了，我跟你说吕布早就给董卓杀了啊，还用等到那个时候吗啊，一个方天画戟吃他一戟就给他杀了啊，这真是啊，你们真是。无名火干什么用的呢？他可以打兵门，自己不用费血不用备兵，然后呢在捡火箭的时候呢减少被火焰受到伤害。很多人说那受到的火焰伤害也能减吗？不能。无名火呢不是受到的火焰伤害减，它是减火箭的伤害。这个减免火焰伤害的是什么呢？是和氏璧。你带上和氏璧之后可以，咱们看先手暴气一个夺升级暴气，好的，是暴气抗流毁，这边的先手一个毒冲过来之后马上是这个升级加暴气，跟赵云的倒转昆仑是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本身诸葛亮的这个升级加暴气就非常厉害，所以说情况就这么情况。这个位置呢可以让诸葛亮打点血啊，可以让诸葛亮打点血啊。好了，看看
这个打血的话，这其实秒杀呢啊，大多数讲解啊，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看过很多视频或者看过很多直播的人啊，那就肯定是不用说了啊，就比较简单。这个秒杀的原理呢，升级暴气，再加上四招一式加三追，以及关键一些什么关键兵啊，包括像一些极限追地等等之类的。再往细了呢，更有咱们呢小狼已经没法用嘴啊给大家伙形容出来了啊，形容不出来，就这种感觉啊。这个就是什么原理啊？还有人问啊，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每个视频都可以说一下啊。基本上是啥呢？诸葛亮升级可以重置关羽抗流毁，这个重置他六次啊，然后呢再加上暴气两次，大家伙儿知道什么意思吧啊？这时候你可以看点数，他练抗流毁的时候呢，明显这个 boss 头上是有点数的啊，就被这个必杀打了多少点，你只要知道这个原理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就非常简单了啊。这个版本就是你从小玩的那个最不变态的版本啊，就是最 plus， 大家伙知道 plus 什么意思？看你是玩什么 iPhone 级 plus 啊，什么用什么那个什么的啊。这个 plus 什么意思呢？就普拉斯，plus 就是说白了就是专业版，就是基本上属于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走到这儿，就这一个版本的基本上就是最完美版了啊，就是他在这个平台上也最完美了，再往后就是风云再起了。正宗，对，正宗版啊。但是这个严格来讲呢，你像那个100都失传了啊，100都没有了，现在啊105 107还有。105是什么呢？105是可以这个可以复制大宝，利用这个援军令啊，利用那个祝融令和雷神锤，但是雷神锤基本上用不着啊，你不可能会用到雷神锤，你也没有那么多黄石弓，或者说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啊，走电门，你可以用走电门那个地方可以刻啊，但是呢这个，但是你懂的啊，这个你走电门的话刻不了那个酒葫芦了啊，因为你必须得先吃那个，然后再吃酒葫芦才能刻无限酒葫芦，当然你能刻一些盾书。但是咱们说啊，这个117就不行了，117版本呢是诸葛亮暴气火箭可以前天锁啊，可以有这个多次火箭伤害，这是117版本。119版本呢啊就很简单，前面的版本呢诸葛亮都可以，比如说诸葛亮赵云啊都可以前天锁单 A， 然后转身前锁单 A 转身，前锁单 A 转身，而115 117就不能啊，他那两个版本他就不能就前锁转身，他只能前锁锁再前锁锁，你前锁然后锁完了之后再转身的话转不了，你会发现你转不了的啊，就这个情况啊。当然呢咱们再讲刚才故事啊，很多人说那跟关羽还有配合吗？诸葛亮跟关羽配合，我跟你讲啊，诸葛亮跟关羽配合是什么呢？就是继这个刘备回来之后呢啊，大伙儿都知道刘备回来之后呢励精图治啊，也是赖着荆州不还啊，这个占据巴西啊，这就是巴西占据巴蜀，占巴蜀的时候呢诸葛亮跟这个关羽还在一块儿，但是呢庞统跟他出去了，大伙儿知道庞统跟他出去了，一个夺两个夺，哎呀不好使啊，庞统跟出去，庞统死了之后诸葛亮呢亲率大军跟着张飞啊，这样的话留守关羽，自此啊关羽在荆州就霸主了啊，然后就跟诸葛亮没有，基本上属于没有什么了。好的，直接就起手了，这地方直接就起手了啊，一会儿得撞一下。好了，捡起来，只有他能吃招完撞啊。一二三四起，四招一式起手也行。招完撞追地，前锁锁。好的，这个招完撞其实放了，严格来讲啊，放不放？你放了也行啊，最好是放了啊，因为觉得浪费，你知道吗？你这不放多浪费呀，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第三关走上路还有一个召唤状，前两关的 boss 啊，三个 boss 全秒，也是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出现什么失误。很多人说，那被砍了几刀不算失误？不算，被砍了几刀呢？他是怎么的呢？他被砍了几刀，他加气儿啊，所以说早晚也得被砍啊，无所谓的啊。小时候一个币通关都屌都不行，现在玩不会秒都不好意思玩，但是不一样，你玩速通你玩的好也狠。真事儿的啊，就小，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玩的最好的就是我们那边有人玩摊分，我们那时候有人玩摊分，这么说吧，我们那边玩摊分吧，就是属于那么玩，不像咱们现在这么玩啊，咱们现在就算的精打细算，就是职业摊分了，不是，它属于那种非职业摊分，我看你能刷了个600多万，650-670万，我觉得那种玩家就很厉害，因为那种摊分他不死人，你知道吧，他不愿意死人，他就正常打，摊点分那么打，时间比较长，玩一把能玩2个小时。
现在专业的玩家玩这都能玩三个小时啊，玩三国战记啊，那老板瞅着就得打死你啊，老板瞅着就真事儿，找几个社会小流氓就直接给你一个腿绊，给你拽走，就直接啊，还给我给他拖延时间啊。当然呢，这个速通呢，那也是职业玩法。三国战记的玩法，我告诉你有几个玩法。首先，单秒、合秒、梦幻秒，这是秒杀范畴的啊。再有一点呢是近打法，近打法呢就是禁闭。禁闭、禁 C、禁 D、禁血，啊，这个这么一个打法啊，这个然后加上天王难度啊，但是难度都无所谓啊。然后再有一个呢玩法呢就速通，啊，速通这个单人速通、双人速通不一样啊。再玩速通完之后呢，就是刷分了。刷分的话玩法也很这个简单，就是刷分，就是贪分，把一切可贪的分全贪到，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进 A 那纯属扯犊子，那脑瓜都得弹嗡嗡的啊！小兔兔不要跑，一会儿有一只月兔啊，月兔是嫦娥之兔。哎呦我这关羽被一爪子挠回去了啊，一爪子挠回去了。小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非常恶趣味的传说啊，比如说这个咱们之前我们经常说啊，像那个是木剑啊，诸葛亮那个木剑就木耶剑啊。什么赵云的金枪头啊，马超的这个什么金手套，哎，史记残页怎么怎么地了就能变成什么什么啊，老逗了啊，贼嘚儿啊，而且还有获得方法啊，看起来可信度贼强，其实都是假的啊。哎，单 A 前前锁，直接就是一个杜康酒啊。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呢，这个平民和高手来算上都是算是第一第二的宝物啊。这对于菜鸟来说，这个宝物就是第一宝物了。小的时候就因为抢，哎，小的时候啥呢？因为抢杜康酒啊，真事儿啊！因为抢杜康酒，那打起来了，那有的是人。这么说吧，你抢个火箭也就算了，因为大伙儿天天玩诸葛亮玩的也没意思。这帮逼开始玩那个什么，就杜康酒，就王平武林的光酒，谁敢跟我抢，我直接就拖死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告诉我真是我告你妈。我给你告老师啊，你偷我杜康酒啊，真事儿的啊。打铝门扔到那个烽火台里面烧了，不是，有人说是拿无名火烧啊，拿无名火给它烧了，这个然后呢这个可以出现这个什么东西啊，无名火给它烧了，然后可以烧这个无名火和那个金盔要略，给它烧完之后能烧出一个那个小黄书，那个小黄书就是咱们外号叫青囊书啊，小黄书。但是呢事实上就没有啊，就真的是没有啊，不是说有的传说吧贼假，很，我告诉你那些传说都是怎么来的，是最开始啊那帮那个这个游戏制作者啊，他们那个拿到基板，有做那个基板的自己做的，然后呢看到那个里面物品信息，因为有的那个物品信息里面它有那个物品，它做出来这个物品了，但是它没涉及到游戏当中，他们就开始就是为了增加游戏神秘感嘛，就跟水下八关和什么似的啊。好，咱们看现在，哎，这个没烧死那个老虎，老虎没烧死啊。好啦，飞轮，诸葛亮要梦幻吗？诸葛亮是不是要梦幻？啊，不用梦幻啊，这我操，这关羽前手我都去他妹的吧啊！关羽这个前手真是大砍呢啊！我小时候看那个《三国演义》，我就看那个关羽骑个马，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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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下一个特写，就是没有看见敌人，也没有砍到敌人，一个特写，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直接一个人从马上落下来，然后那马给他慢慢点脚啊，马给他点脚，然后一帮兵就跪下，要不就跑，哎呦，又跑的那帮人，关羽呀，让那帮人从马上下来，然后跪下来，将军饶命啊！关羽都没就是暴气前手，他妈赖不赖啊？这种人啊，精神病一样节奏啊！免死金牌干什么用的？免死金牌只有关羽一个人能用啊！免死金牌呢，就是招降张辽用的。这个可以选，据传说是可以选两个张辽。但是实话实说啊，我真的实话实说啊，我没看见过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是不是119。但是我小的时候我也没见过有人选两，我真没见过啊，大家伙就不要笑话我啊。
那说是可以选两张聊，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你选完那个之后，你一下来十二级，就是你那个武器打出来带光了啊。好，来看看，其实小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打一下啊，这个地方打完有一个天师符，最后是有个天师符，在风云里面呢，最后一个是天盾啊。好，来看看一个下后蹲，凯直接就秒了，前手飞龙在天，在前手诸葛亮追地，哎呦我去，就这个前手啊，关羽这个前手太烂，但是我觉得他俩这个玩的挺难，诸葛亮追地说句实话啊真挺难了，诸葛亮追地不像那个，不像他放招安状的时候那么追，这是第一。第二呢，诸葛亮追地呢，这不像什么，就不像赵云啊，或者张辽，或者说张飞那种类型人啊，那确实是太假了，反正是啊。好了，看看，马上是张辽，这几个秒的都挺顺啊，都挺顺，看张辽怎么秒啊。关羽和诸葛亮应该是20，应该是20不了了啊，一个 A。这刚才我已经讲过几个版本的不同了啊，115、117和119啊，版本不同的啊，我讲过了。119里面有两个人物是其他版本是任何版本都选不了的，就是魔张飞和魔黄忠，就红张飞和白黄忠啊，那个是选不了啊，你只有在119当 plus 才能选啊。是不是没赵云现在出不来秒20？严格来讲呢，那个官僚是据说是20不了，官僚极限19啊。不知道那个神仙笔变左慈能不能行，不知道啊。但是呢，以我对于这个人脑的理解，神仙笔想要出变也挺难了啊，也挺难了。还有呢，就是啥呢？还有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关珠的话，伤害应该能够吧？不知道啊。关珠的话应该是能够吧，因为毕竟诸葛亮的升级和暴气太变态了。他那个升级和暴气太变态了，所以说呢，这个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认为，没准儿啊。对，119就是 plus 啊。前跑，哎呦我去，整没整过来？一会儿呢是先解决掉铁甲兵啊。铁甲兵是一定要解决的啊，这个要不然秒杀的是，除非你梦幻秒杀，或者说你开局等落地一个毒镖，然后跑到他反身面来秒，然后一个人看兵，但最好是先把那个铁甲兵打了。好了，卡过来，准备好，余孽啊！好了，诸葛。回马见诸葛啊，这杀人剑是真是一个小 AOE 技能，咱们看怎么去瞟。来，咱们看看，准备好啊，应该是要先手暴气吗？先手暴气一个毒升级暴啊，之后手暴气，后手暴气，暴气为了把人弹起来。好了，再追。好的，是恶心啊！他暴气的目的是为了弹起来，不是为了说为了多个伤害什么的啊。吃血，诸葛亮可以不，这个不用吃了。然后关羽把诸葛亮打死就可以，关羽直接把诸葛亮打死就可以了啊。伤害是高啊。其实正常应该这关羽吃补，然后诸葛亮一顿火箭啊，诸葛亮一顿火箭先啊，对，其实正常应该不是那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关羽加气儿啊，关羽打诸葛亮是加气儿的，忘了这个事儿了。小的时候这地方都乱打。好了，再打气儿，我天，为了点气儿还急了啊，他俩的武器带吸血的啊，看没看？但是明显我就再说一件事儿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研究啊，就是啥呢？就是据说诸葛亮有了属性剑之后就是无敌的啊，
诸葛亮有了属性剑之后就无敌的啊，真心是赖啊。好了，看看白衣儿渡江，诸葛亮那招大海无量，你老看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东邪西毒的那个电影，那个叫《东成西就》里面啊，大海无量啊，这里面115和117的选法不一样啊。这个我记得什么呢，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家里面的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游戏厅，最先有115，然后115最开始一出来的时候，老板就教你怎么去氪无限，那个机器特别火。后来呢，出来一个117不能无限了吧，就不太火，没有人愿意玩。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有一个人玩了啊，就毕竟玩诸葛亮的人就暴气心心挫厉害啊。再有呢就是传说中选那谁了，再有就是传说中选那个119的，119版本一出来再克顿又是这那，哎呀，这老多人玩了，119是真火呀。好了，感谢咱们的杰儿赠送大灰鸡，尾巴长，娶了喜乐忘了娘啊。掏当，直接掏小兔啊。好了，看看以前你玩马超可以捡火箭，但是要带黄钟。你不用啊，那照你那说法马超带诸葛亮，那你就抢他的就完了呗啊。带黄钟吃蝎子可以进毒洞，但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捡兵舰嘛。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分工挺明确的啊，一个人捡火箭，一个人捡兵舰。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啊，实话实说，火箭前期猛啊，然后兵舰后期打 boss 猛，比如像什么黄盖呀、啊、什么沙摩科啦，像什么曹操啦，都后期猛啊。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话啊，其实真正的那时候玩的高手都不愿意用属性剑，除非是打 boss 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那种怕火的，像什么吕布啊，用一下行。你要真说用那个用火箭什么兵舰啥的要打 boss， 平常的时候都用普通剑啊，然后打气儿，用火箭那些这种小兵直接就死了，还怎么长气儿啊，是吧啊。对，100那个版本吧，我就从小我就没玩过，我到现在我也没见着人家玩过啊，那版本好像没有人玩啊，好像是当时出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是有点像那个你买车的时候就那种就是就是属于低配版最低配啊，就那种感觉啊，一个超级豪车嘛，连个雨刷器都没有那种感觉，给人一种那样的感觉。来看看11万人气的是吗，你说的11万订注是吧啊，11万关注啊。对，我现在应该说就是牡丹江啊，我家呢是这个虎林周边地区的啊。来咱们看一会儿呢，貂蝉呢应该是肯定是能秒的啊，因为之前你可以看到关羽和诸葛亮他俩呢本身就是他俩本身不是关羽和这个张辽都能秒，和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诸葛亮本身这人就很爆，应该不会用到什么张灵剑之类的啊。倚天剑，火箭是倚天剑，青钢剑是冰剑啊。哎，前前锁这也可以，小的时候基本上都不敢啊，小的时候基本都是还谁去打谁去打，谁稳谁去打啊。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啊，就是小的时候就认为张飞张辽那种人打不了，其实也是能打的啊，只是你不想打，只是你感觉好，你比如说你像张飞跳 A， 你觉得张飞跳 A 不带武器的，就感觉 不敢打啊。这个小时候我更见着装逼的，选赵云在两个门中间一跳起来左右一下啊，结果呢这个我就装逼，那次我说我打快，我跳起来左右两下，结果我跳起来右左，我操，那下让坑了啊，本身没进不去那个地图，咱就克不了盾，就说白了不能常规克盾啊，你只能是，但你除非是天盾克人盾啊，地盾克盾书啊，只能是那么克了，最好是用太平清岭克啊，然后就坑了啊，就是跳起来右左，我操，我先把右先打了，我真是醉了啊。好了，看看这个一会儿呢是貂啊，一个穿貂的貂蝉和关羽啊，严格来讲在三国演义呢咱就不说啥了啊，但是你在三国游戏当中咱们不止一次的给大家伙分析过啊，就是他俩是两口子知道吗啊，这俩逼是两口子啊，他俩
要不说在荆州城里面，这吕蒙进了荆州城，荆州城里面为什么金屋藏娇呢？荆州城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对吧？为什么会有一个那啥呢？对吧？有一个貂蝉啊！最开始谁镇守的关那个荆州城？你想想啊，细思极恐啊，绝对是这样的啊！好啦，一杆大火箭！哎呀呀！哎呀，一上来还笑一下，一嗨嗨！哎呦我去！这关羽这家被一顿不瞎爆，放顿说啊，他是选择这么回事，一个云衣，好啊，一个哎，我操，我去你们啊，哈哈哈啊，这 fuck。这就失误成一啊，失误成一啊，正常这个肯定是能秒赵关，我一看诸葛亮升级，我说一切都晚了啊，我一看诸葛亮升级一切都晚了，他绝望了啊，他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他是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都怨这个毒镖啊，都怨这个毒镖没走起来啊，正常应该走起来啊。哎呀，上方密室也不用进了。这泰森的弟弟叫泰德啊，对，我当然我说了啊，就是做18嘛啊，做18不是20，这个成了就是19了，你想想啊，待会儿再失误的话，丁丁有一个失误，官僚的这个地方都没有失误，但是明显看得出来，他俩怎么回事？关羽有点着急，他提前站那个位置有点着急啊，你可以先给他定住，然后关羽再找那个位置，然后呢，这个诸葛亮呢再毒镖。因为你定完了之后，毒镖也可以再定一会儿。明显诸葛亮着急，定完之后可能诸葛亮就是他这个走没走好啊。这一下呢，就损失掉了一个秒杀的机会。但是大家伙肯定不要说他不会玩，或者说他怎么怎么地了啊。人家两个人打游戏啊，看的就是配合，不是说会不会配合，有的时候可能真是心理素质问题啊，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突然就慌了，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很正常，玩97也有这种情况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啥，再有就是这个刚才就是确实有点懵了啊，有点懵了，正常技术两个人肯定是有的，看看接下来面对这个萌萌，看看这萌萌啊，准备好放顿书吧兄弟，哎，每次都不提前放顿书啊，每次都不提前放顿书，飞轮没打着，还要再抡兵啊！好的，牵手放飞轮，暴气牵手，诸葛亮牵手暴气，这地方是不是要梦幻了？追地瞧起来，好了，再牵手，血杀一点，好了，再追，要梦幻，呼风唤雨，然后直接飞上来。落地，咱们看一下张灵剑，哈西吧！我说嘛，诸葛亮没升级，正常升级可以落地打一个血杀，但是没有啥用，应该是死不了啊，应该是死不了。但话说回来呢，最后连张灵剑啊，在屏幕外面、啊、万箭穿心啊，让这个吕蒙跟杀悟净似的啊，就传说中的这个老沙啊，沙和尚啊，受万箭穿心之苦啊。我感觉我看到这地方帅帅不帅我先不说啊，我觉得貂蝉那个地方真心太可惜了，真心太可惜了啊。好了，这个张武元年秋，刘备御驾亲征，张武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刘备的年号啊。古代的时候记年号的时候呢，这个应该不像现在咱们记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公元啊，什么什么年号啊，都是记的啥呢，都是记的皇帝啊，天子的这个年号。有的天子呢啊，就是一辈子只有一个年号啊，所以说他呢就用这个年，你就是他用他的年号来做名字。你由清朝的比较多啊，像清朝一般就用一个名字做年号啊，比如说康熙啊，乾隆啊，所以说你用他那个年号来做他的这个名字啊，说白了就是很多人说乾隆姓乾是吗，这康熙姓康啊，你这别闹了啊。其实他这个意思，这个三国时期的时候呢啊，应该说他作为三朝啊，有天子，不管是黄龙张武，当然年号呢，你称王了也可以有年号，
可能在这一点大家伙可能不懂啊，称王了之后也会有年号的，不是说非得是天子啊，王也可以有，但是呢王就偏弱一点啊，他的这个年号就偏弱一点啊。好了，这个走到了密室啊。前前 B 后下前 C 后上前 D 后后 B 什么 DB DDC 上下上下，还有一个啊，什么是我记得选诸葛亮还不是选啥，就是各种啊，选人的时候是各种的啊。好了，那一会儿呢是沙摩科的单秒，沙摩科的话可能稍微的恶心一点，这个没有看兵，但是诸葛亮就正常来讲也没有兵舰啊，不会有兵舰的啊。好了，飞龙在天，这边捡起来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宝啊，这个咱说实在话啊，就传说中的怎么说呢，传说中的这个张擦脚巾，然后隐身衣，这都是小的时候必抢的东西啊。一顿点上下不貂蝉吗，反正就是张辽诸葛亮啊，张辽诸葛亮貂蝉这些人选，然后再有呢咱们看看啊，这个用年号呢哈，这个你像皇帝当中啊，有一些非常狗的啊，皇帝当中有一些人吧，他年号频繁换啊，各种换，这个换年号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啊，就但是每次一换年号的时候都有一件事啊，大家伙都知道，要大赦天下啊，就是当皇帝的一定要大赦天下啊，不要问我为什么啊，显示自己牛逼，就是知道吗啊。好了，看看这个这诸葛亮去抢人啊，一个毒，正常是啥呢，一个毒能毒两下就可以直接秒掉这个小灰熊啊，直接可以秒掉小黑熊。好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情况小哥哥啊。好了，走，好了，漂亮，哎，这个暴气挑起来，我去你们，就一个升级就够了啊，一个升级就够了，本身的沙漠科鞋也不是很多，升级就够了，但是呢话说回来也就那么回事啊，秒的话呢不用二追啊，连二追都不用啊，那真心是撇了啊，确实撇了。刚才呢他这个升级的，他升级的话必须要一直走，很多人说那一直走那左右走没事吗，你只要不停下来，听明白了啊，千万不要停下来，左右走可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比如说你下蹲也行，下蹲啊走。诸葛亮这个前不要想了啊，诸葛亮的前就是傻逼了啊，诸葛亮的前是往前窜一下啊，弱逼就是啊。为啥关羽要卖血，因为要卖血打气儿，关羽打应该不是说打气儿慢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你的补多对吧，你卖不卖血，对，卖血还能长气儿，你卖不卖血对吧，你留着也没啥用是吧啊。当然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关羽的长气速度应该是还是比较慢的，他呢不像赵云和那个诸葛亮，由诸葛亮咱就不说了，本身这个人长气速度就快，何况他还有前锁锁那么打啊。再有一点就是谁呢，就是你像赵云也更牛逼，赵云就屌了，赵云就是前锁锁，你就这一下长气速度就非常快，只是他本因为他本体的长气速度呢没有这个诸葛亮快啊，所以说他可能显得慢一点，其实打击的方式差不多，诸葛亮呢快也就是快于他本体，再加上他确实前锁锁也不慢啊。一个炸花，白色的雪花点，关羽在 A 两下就死。好了，准备好一个毒，毒瓶啊，往下一点扔啊，毒上大喊一二三四，然后再前手。这个关羽为什么一二三四起手打某些 boss 非常合适呢？其实你想一想啊，他一二三四的时候，最后那一点就是高伤害，再堆地下蹲锁。第二次他是为了补那个追地啊，补那个四招仪式，所以说他是选择了用那个的第一次追地下蹲 A。
这个下这个追地下蹲 A， 然后呢搓一下，然后追地下蹲 A， 这个这时候不要搓了，这时候不能搓了啊，然后呢再追地下蹲 A 搓一下，就这么个情况。好了，看看关羽再卖卖血。关羽再卖一卖血啊，卖血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毕竟现在气儿还没满。然后再往这边来，一会儿沙摩科秒掉了，直接就是陆逊。但这个陆逊呢啊，这个秒的话呢小兵比较难搞，有需要的话可以放隐身衣。就是你像有的时候隐身衣留给这个关羽用啊，诸葛亮都选择就是宁可选择废血捡火箭，也是要这个节省一个隐身衣的啊。好了，再找，这小兵真是太狗了，这小兵拖屏幕啊，跳上来，然后女兵，一堆女兵啊，女兵想提干，床单先撕烂啊，这都是学会的，都是自己的啊，来准备好，再跳上来，然后呢，一个血，马上就可以准备毒镖了，哎，看他俩这个打法。他俩这个打法好了，两个人都余孽在正上方，毒镖再毒一二三四，好了，诸葛亮先手暴气，先手一下放天师符呢，也是为了保证自己呢周围不被小兵骚扰啊。再来一个追力，漂亮，浅浅搓，还搓了个补出来，不要逼脸啊，搓一个补。这样的话咱们看看是诸葛亮和关羽已经打到了左慈下。好了，看看这要跑是要秒的节奏啊。要秒的节奏。又到了左慈，好刺激了。哈哈哈哈哈哈，小的们看招。你呀呀。你呀呀。多强啊啊！好了，前方核能，前方高能是吗？啊！哎呦，一顿怼，再找啊！诸葛亮控分，诸葛亮控分，倚天剑，其实用有倚天剑打他就贼猛了啊！用倚天剑打那个左慈，就咱是秒，肯定是不要想啊！一个倚天剑加人盾书加天师符加几个土雷，那真是随便干啊，就随便干了。他喊的没有我像，知道吗？三国战记啊，他都把那个保真的那个音频都给抹掉了啊，不是高保真的啊，他都是那种弱逼的啊。外挂有意思，关羽都不掉血。一看就是传说中的新手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游戏的一些 bug 啊，这就是传说中用盾卡无敌的 bug。 他保持一个姿势下蹲前前跑啊，或者看宝回来娃娃定住，好了，召唤状准备好，一个动走过来升级，哎呦，杜康九暴气，飞龙在天暴气，好的，呼风，去你妹的吧！哎呀，还梦幻了一道啊，还梦幻了一道。人呢？我操，鹤的尸体都没了，千鹤的尸体都没了啊！我去你妈！真是泰森的弟弟叫泰赖啊，这个挺帅，这挺帅。咱们重新回顾的话，我给你用语音给你回顾一下啊。他先是啥呢？先是一个定住了之后呢，诸葛亮毒瓶升级往前走，这时候呢关羽一个抗龙有悔，诸葛亮升级，关羽杜康九暴气啊，杜康九暴气啊，这边然后呢打完之后呢再接上一个抗龙有悔，这边诸葛亮这个传说中的大海无量啊，这个就是而且还梦幻了一道啊，梦幻是最屌的啊，大就是明显就是呼风唤雨，就是梦幻的代名词，就是啊。大家怎么可以看到啊？张灵剑刚才是打吕蒙用过了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千鹤什么鬼？我说的是仙鹤啊，这千鹤，小的时候总管那个千鹤叫仙鹤。
多嘚儿啊。梦幻啥意思？其实最开始的梦幻啊，就是说一般就是说最开始梦幻是指什么呢？就是诸葛亮的呼风唤雨这个必杀可以连招，可以连对方的必杀，比如说连翻雷滚天，比如说连翻雷滚天啊，比如说连那个什么什么，包括像倒转昆仑之类的啊。他是怎么回事呢啊？这首先呢，诸葛亮必须要爆气才能练呼风唤雨，这也是必须的。然后在连招的过程当中呢，先手一放，这边用必杀。用必杀接必杀，因为你只有用必杀技才能接必杀技，用普通招式的话你也是接特殊技。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你像诸葛亮追地挑起来，然后挑起来赵云可以大鹏展翅，包括赵云挑起来诸葛亮可以上下手，这都是一个意思啊。没啥看点了，大家伙洗洗睡吧，有看点啊，只是没有左慈了呗。啊不，大哥你们看我解说就为了看左慈吗兄弟们啊。一天天的啊，对，呼风唤雨也可以连招了。其实小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啊，爆气可以连招啊，就爆气这个事儿啊最赖啊，这个事儿恶心啊。当然事实上呢，这个梦幻秒杀呢，其实最早呢它还有一个含义，它的含义呢是啥呢？它最早那个含义吧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呼风唤雨是一方面啊，打得漂亮打得帅是一方面，再有呢就是你比如说选张辽赵云和诸葛这种梦幻秒杀，他帅在哪儿呢？就是这三个人嘛，本身任意挑出两个来啊，不就是当然我的意思，任意这两个跟赵云配合起来都是无敌的啊，都是非常厉害。诸葛亮是合秒当中的第一个这个爆发点，就是升级加爆气太强了，还有水晶剑，有电剑和这个有电剑火箭秒这个吕布啊，电剑呢秒这个魏延啊，赵安壮秒魏延，然后再用太阿剑秒那个二货以及。司马懿，那诸葛亮可以单秒，然后呢，这个赵云单秒我就不说了啊，张辽也能单秒，张辽也是配合起来非常好，张辽追地厉害呀，你就指着张辽追地厉害，你就指着这个事儿，你不觉得他仨就是梦幻组合啊？所以说梦幻秒杀，当然呢，以诸葛亮为首的这个犯罪团伙啊，他们我觉得是最屌的啊。圣火令有啥用，大哥？你要首先第一，你好像没玩过这个游戏啊。如果你玩过这个游戏呢，就一共有两个用处。第一呢，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辅助的小件呢变成最高级别 max 级别。第二呢，就是在115版本当中呢，快速消耗呢可以有一个无限宝的一个，就是应该有一个200-300个宝那个大宝的 bug 啊。再有一点呢，它不叫圣火令啊，它叫祝融令啊。就是叫圣火令的人一看就小时候玩过，那你玩过你居然不知道，那我也是醉了啊。咱们看这地方呢，是一般都是要控分数啊，一般在这控分数，然后两个人因为都是满气儿啊，这个也就无所谓了。那诸葛亮扔了一个，好像现在差不多了，诸葛亮准备好往上走，然后一会儿卡无敌，好了，直接一个盾书把诸葛亮卡成无敌，非常阴险啊，放了个人盾啊，可是那个小胖子好恶心，小胖子没打着啊，这样的话诸葛亮是无敌的。这个很多人说这小狼这是 bug 啊，其实严格来讲是个 bug 啊，可是外挂肯定不至于，因为你放盾书，只要你保持一个动作，下蹲看宝前前跑都是无敌的。好了，谁敢惹我啊？许旭啊，这个绝对是屌啊！这个咱们看一会儿怎么去秒他 ，A 死还剩一个，准备好余孽，但凡秒许褚，余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好一个多。爆气好了，升级爆气，挑起来，诸葛亮反追挑，信，我去你妈，我了个 fuck 啊！啊，两个，严格来讲，两个低级失误，两个低级失误啊！实话实说，这样的话没有悬念了，秒18，这两个貂蝉和许旭啊。我这许旭多鸡巴嘚儿啊！就是咱说这三国里面没有这个字儿吗？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三国战记》这个游戏里面没有那个字库，是不是啊？啊，诸葛亮追地的锅啊，极限能秒20，看得出来极限可以秒20，但是我相信他秒18就已经是很好的水平了，再打20，我觉得千载难逢了啊！感谢咱们的挨打要立正。对对对，这个零零乱说的很对啊，诸葛亮追地哪有那么简单啊，这诸葛亮追地跟也就顶多就关羽比他的稍微再难一点啊，就是就你以为都像张飞张辽
那个这貂蝉，那么他的目标往下啊，你像张飞追地脚踩，赵云追地拿枪往下扎，那个貂蝉更嘚了，拿两个垂直往两个手刃往下扎，对吧？那你看这些人都是朝廷，张辽都最简单，张辽拿刀砍一下最简单啊。你像诸葛亮拿剑往下磕一下，我操！你以为呢啊？哪有那么简单的啊？好了，看看现在是，现在呢是马上一个霍霍啊，一霍呢稍微难一点，但是一霍也那么回事。感谢咱们的杰儿啊，走过来，飞龙在天啊！感觉他们发音那个龙不叫龙，叫农。我乃常山赵子农，赵子农啊，一顿怼。好了，再准备前跑，这位置可以打开一下啊。对，这个谁捡的这个和氏璧谁打啊？他们怎么控制什么时候升级的呀？因为他们控制的分数啊。你待会儿记住一点啊，如果不打箱子，不打障碍。不打那个不吃分的话，那么你的分数永远都是到那个分数它就会升级。很多人说那你有的障碍不打不行啊，一批打啊，一批可以打，它不计分。其实它也可以计分，你吃完之后呢，你在你计分的基础上呢再加上你吃的分数就可以。比如说打一个箱子500，两个人先手抱气，一个毒镖1234，好的，前手再前手，诸葛亮追猎挑起来，太行南京把小人变成这边追地反敲。哦，诸葛亮觉得自身快，他可以前前跑，他不用他追地的话直接追死了，追地的话二点啊。咱们看一下，也是非常恶心的，就是那因为关羽跑得快，关羽跑得慢呢，关羽先跑，然后诸葛亮呢后跑，诸葛亮一顿前前啊，就是一个快速移动的效果，所以说就无所谓了。当然呢，刚才关羽也在卖血。一会儿呢还有这个黄盖啊，一会儿还有黄盖，所以说没办法。你看一般打开箱子啊都是关羽打，关羽呢这个控制分数呢他自己可能有一个度，打开一个箱子500分啊，一顿卖血，还如果血量不够的话还可以有这个金盔要略啊，金盔要略加血也可以。好啦，一个鱼鳞衣也是秒曹操的必备神器啊，有招安状秒曹操就不用愁啊，不用愁。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啊。好啦，先手一个大喊。诸葛亮看老虎啊。这会儿诸葛亮追地可以诸葛亮单秒了，不用那谁了，不用那个关羽了啊。啊，为什么要这个连招的时候要换剑啊？我跟大伙儿讲一下啊，因为诸葛亮不到21级的话呢，诸葛亮必须啊，他必须要这个换剑，这个然后再秒，否则他 A 的话 ，A 的时间长了会自己把自己炸到，所以说他一定要换剑的。啊，有人说换剑是不是装逼？不是的啊，他不是那个意思啊，没办法啊。好，看看这个关羽准备好卖血啊，把自己的气儿打成3颗以上啊。好了，诸葛亮准备14升15的节奏啊，14升15，一堆铁甲兵，后黑是什么鬼啊？小狼早泄怎么办呢？那你就晚泄呗啊！来看看，干将剑啊，直接把兵戳死啊，一顿怼。好了，先手爆气啊，他是这么一个打法，追力啊就不用了，再追呼风唤雨，他是这么一个效果啊，然后呼上来14级爆气，必须要爆气啊，他如果要升级了可以，他升级了可以不用爆气，他爆气然后再落地血杀，
我以为他最后能控到十五级呢啊！如果他控到十五级，最后一个十四升十五，然后一个升级再 AB 的话，不用爆那颗气儿啊。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气儿爆不爆也无所谓，因为毕竟诸葛亮打气儿速度快啊，诸葛亮打气儿速度快啊，确实屌的啊。三国归一统，一统去郊游，合肥逍遥津，确实是屌啊，在这个位置上啊。一会儿呢还有四个 boss 可以秒，哎呀好可惜呀、啊、许褚和这个貂蝉，不是说他不是说看起来难或者简单，其实我觉得都难，我觉得真都挺难的啊。但是呢这个他不成呢，可能他有的视频的那两个成了，但是这些好多都败了，你会觉得这些是比那个更难。貂蝉难点我先不说，他套路啊已经有了，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不难的啊。这个但是很可惜，最终这个没成，那、啊、最终没成啊。好了，看看再怎么找啊。Go go go, higher up! Yeah yeah.没事，卖卖血更健康啊！大卖血，主播他们运气好，可以一推弯的。你把你脑瓜让驴踢了啊！你问的话问的我真想一个腿绊，我给你连人带拐棍全给你劝羊沟里去啊！其实正常来讲呢，这个咱们都是能升到24级。你只要控制好大体的分数，千万不要在你连招的时候啊出现升级的状况。否则会死得很惨，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要打貂蝉的话，就必须要在打的过程当中升级，那个更难一点啊。所以说他们其实现在呢，严格来讲啊，也是有一定的辅助啊。这个呢，咱也不能说是辅，就是有点像违法的辅助工具。其实呢，辅助呢，比如说计分器啊，它有计分器啊，包括那个冰鱼剩余的血量，我在贴吧里面看到过啊。马上是越级马王，也是一个严格来讲呢，最开始也是困扰了这帮秒杀的这个玩家啊，困扰了这帮秒杀玩家好长时间的一个 boss， 但是呢，最终呢也是不攻自破啊，利用升级暴气加反爆，诸葛亮的话就不用了，诸葛亮的话呢这人就屌了啊，升级暴气就很厉害，进屋，诸葛亮把气儿打成将近三颗，一会儿出来还有一波啊。这到底咋办呢？施主割了吧，已经废了啊，已经废了，割了吧啊！万恶淫为首啊！你这天天问我怎么办，就是为什么？你也不问问自己，成绩上不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好了，诸葛亮走，这样的话呢，诸葛亮是无敌的。一会儿呢，诸葛亮需要升级。这个关羽得慢慢把这个把马王给勾过来啊！好了，看看回马一个毒，升级暴气，好的，有诸葛亮在，真的是任性啊！真的有诸葛亮在，太任性了，这就 fuck 了啊！真的 boss 直接就您的好友越级已退出游戏啊！就是打人就是圈A 越级，对不起，您所召唤的玩家呢已不在本服务区啊，对不起，您对不起啊，越级此玩家越级已删号啊。诸葛亮确实他这个升级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变态的升级啊，所以说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啊，我小时候我就在想升级可以打人啊，这点我是真知道啊！我说升级可以打人，但是打人又不费血，因为我升级把 boss 给弹开了，然后 boss 没费血。我说这升级有啥用啊？原来是真有用啊！暴气也可以把人崩倒啊！暴气升级的效果，它是一个效果，但是暴气呢没有升级厉害啊，这是大伙知道的啊。好了，看看。一会儿呢是魏延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了啊，魏延的话呢就是这诸葛亮啊，就是可以用这个电剑秒，
可以选择放这个周安壮的苗法，但是呢，这个他和赵云是这么打，但他跟关羽的话呢就不一定了，因为关羽本身前期四招一式输出非常高，可能他俩再梦幻一下就可以，因为诸葛亮现在有的是气儿啊。好了，天盾书，诸葛亮。好了，找好一个位置，找好一个位置，然后看看诸葛亮有一个太平要术，跑到这个位置的话是无敌的。咱们看准备好在哪个位置，再拖，再拖。啊！居然没有放，居然没有放。锁一下。他俩好像有想法。好了，直接爆气先手，诸葛亮先手爆气，追起来，飞龙在天，追地一挑，用火箭追地啊，属于是为了贪小兵，就是啊。哎呦我去，配合太好了，一个多，追地挑起来，呼风唤雨，直接呼死了啊，直接呼死了。他有梦幻的话呢，就不用，因为呼，而他为什么要先暴气？很多人说小狼，我怎么看不为他可以后暴啊，或者说暴气他弹一下不好吗？弹一下那个不好吗？因为呼风唤雨啊，呼风唤雨在有那个暴气效果的时候呢，呼风唤雨的血量非常的少，反而呢如果没有了这个气儿的话，呼风唤雨的血非常的多，所以说他在这马上快没有这个血的时候练呼风唤雨是最合适的啊。好了，这样的话赵安壮留着打曹操，赖逼啊。那里为什么要用电书打死四个铁甲兵？为了那就升级呗，为了升级呗。还有两万分就是，还有几万分就升级了啊！他给前期先把级数升上来，然后再秒。没看关羽刚才升了个级吗？你像这个叫诸葛亮也是，诸葛亮呢在这儿呢放那个放风书的话呢，打一下是五千分，一个小兵五千分啊。他搓一下才搓一下才是五三那个三百五百三百两百三百两百才五百，他涨他这个只能说啊比较慢，五百和五千他点前锁搓十下。咱锁一个兵啊，那还不如盾书合适，但前线锁的话有长气儿，所以说感觉比较屌啊。赵安壮不是无限连啊，很多人就不知道赵安壮到底是什么意思。赵安壮就是一个特殊效果，他可以把这个速度变得非常慢，而且有一些连招呢连的也非常好，比如说你像那个秦王鞭石啊，就最简单，比如说像那个白鹤亮翅，赵安壮的白鹤亮翅是最赖的啊，没有比他再赖的了。然后赵安壮的白鹤亮翅，然后赵安壮，你像张辽的这个秦王鞭石的血量也是变得非常多。好啦，看看黄石公，不需要的宝都留下啊。这地方是需要用诸葛亮的太阿剑啊来找一个。好了，看宝，只要看宝的话，诸葛亮就无敌的。地遁书放无敌，一会儿坐等那个司马懿啊。一堆铁甲，关羽呢还有这个传说中的那个杜康酒啊，关羽还有杜康酒，这个杜康酒是打魏延给的。好了， boss 出来打死一个张角金先手啊，一个张角金先把小兵清死，其实这个放的时间一定要掌握好，余孽那个时间掌握不好，万一给司马懿冰着了啊，那真是太憋屈了。准备好，看一下什么个位置。余孽，好了，好位置，一个多，一二三四，前手，飞龙在天，在前手，回风扫叶，这边追地挑起来，前手，追地的时候，你看歪轴站的位置不一样啊。好了，追力挑起来，先手呼风唤雨再挑，正好你最后咱们看一下，直接卷死。他没有那个气儿管的时候，他暴气气管消失的时候，呼风唤雨才能打出最大的伤害啊。没有那个的话，那呼风唤雨就是懒闲子。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你得摇，你摇的血多。事实上，为什么有时候血少，有时候血多？它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他就是说啥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气儿管满和不满的问题。你会发现呼风唤雨最后的一个就是最后的呼风唤一个呼风唤雨的时候呢，一般都是非常疼的，
为啥？不是因为你摇得快啊，就是因为它就是疼啊。好了，一个盾书，地盾书把关羽卡无敌。地盾书是卡无敌最简单的啊，因为地盾书呢，你不点的话，它就不会那个出石头。你像太平清零卡无敌就非常憋屈了。太平清零卡无敌呢，你一卡 ，boss 出来了，你不是哎，准备好这个位置，十八级的诸葛亮，看一下啊，傀儡娃娃准备好定住，往上一挑的时候，傀儡娃娃。准备好，好了，一挑的时候傀儡娃娃下蹲19级升级，好了，后手暴气，这边前手，后手暴气不是为了多那点伤害，它是为了弹起来，再前手血杀，好了，注意力挑起来，再血，我去你妹的，这么凶狠吗？好疼啊，咱们看不看，好疼啊，招安状在哪儿呢？可惜了了，真是可惜了了。这个貂蝉和许褚没有秒掉，最后呢是秒到了18个，最后是秒到了18个啊！这没想到，我寻最后用个招安呢啊，没想到连招安都不用。这样的话，这俩人，这真是就是越是这样，我觉得越可惜啊。套路可以改一改啊，套路其实是可以改一改的。结果你们懂的啊，最终也是比较嘚儿的啊。好，那么今天呢，咱们视频也是到此就结束啊。咱们这个视频也打得非常精彩，希望呢以后啊，官僚和官猪能出现这个传说中的这个秒20和秒19的作品。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订阅和这个关注啊，来这个订阅和关注来支持小狼。咱们下期再见。